人生孩子的痛，男人永远也体会不了，但也还是帮得上忙。来看到中国大陆一位准爸爸，为了帮忙分担妻子生产的痛苦，居然在产房里头大跳民族舞蹈，要转移妻子的注意力。这一逗的妻子一边痛着，一边笑出眼泪。男子穿着医院的无菌服，随着音乐在产房起舞，动作到位，表情生动，跳得超卖力。因为这可是献给老婆大人的陪产舞。他进到了里面，是陪着孕妈一起生产的。然后他看到孕妈就是宫缩的疼以后，他就想着说，为了转移就是妻子的注意力。看着妻子因为子宫收缩痛得脸色惨白，来自大陆黑龙江的这位准爸爸是又急又心疼，索性跳起民族舞让妻子转移注意力，卖力演出逗得妻子笑出声来，顺利诞下一名健康的男宝宝。当时看这个场景是不是也觉得比较感动？对呀、对，终于帮了拍下来那样子。护理师将温馨的陪产画面拍下来 po 网，引发热议，网友纷纷大赞男子真的是超级暖男。刘美璇编译。